那个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我怎么第一次约你你就迟到啊？那个，不是我找理由啊，就是你找的地儿有点太偏了，我绕三圈我才看见你。哎呀，好啦，对不起。哎，你知道你什么地儿最令我着迷吗？什么地方？就是你总会思我所思，想我所想，你会把所有问题都考虑到我前面。你知道吗？就像你今天知道我会迟到，你找了这么个地儿等我一样。我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！哎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倒是挺愿意让你在我身体里待一辈子。哎，我发誓啊，我可以不吃打工药，一直不吃。你这人说说怎么下道啊？啊，送给你。嗯。呀，这个是来自仙女的馈赠吗？喜欢吗？哎，你还真别说啊，我一直有个梦想，我想成为一个有自己风格的插画师。喜欢。啊、祝你梦想成真。哎。都说到这儿了，我能问一个问题吗？我想窥探一下仙女的秘密。什么秘密、啊、就是请问你有什么梦想？我的梦想、嗯、我的梦想就是每天开开心心的。哇、哦、那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我知道我又多了一个梦想。是什么梦想？就是每天让你也开开心心。什么呀，又来。哎，你干嘛呢？买瓶水。哎，我也渴了，你拉我去呗。哎，我渴了，你拉我去，我不是路啊，我迷路啊。哎。